者，拢讲啊行，道济独步，行善天下。我们大概每一年的话，在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哈，然后还有他得到纪念日和出家纪念日哦，然后我们会到各个这个慈善团，但是每一次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到哪一个慈善团的话，我们都会经由啊主神的话，太平道济公观那个观世音菩萨哈啊指示的话啊，然后到这个各个慈善团去。那这次的话呢，菩萨是特别指示的话，我们来到这个云林的广陵哦啊乐善团哎。我们这次的话，大概的话，差不多31个人左右捐，那金额的话，差不多在40000块左右。那一路走来的话，虽然说我们是徒步的过程，但是因为菩萨有告诉我们一句话呢，就是要我们坚持要走我们外边哈。那这个过程的话呢，希望我们用走的去了解说人生的酸甜苦辣啊、哦，那再热再累啊，它总是会到啊、哦。那你都是在原地踏步的话呢，它本身来讲的话是不会到的，对。我们会成立一个基金会。今天假设我们不在了，我们还有新生代会去捐款的。你想哈，我老公想要心脏，一直要抢出来，我老婆老公心脏没有，他那边的朋友，他的阿妈老在港，他去来看。然后每一次先生讲，让我觉得很感动，就是整桌都是那个看不见的，都是盲人的智障。这个故事跟你们分享，也是一个我跟我说啊，前面有肉有菜，我帮你吃，那你要先吃什么？他自家以做为主。我这种人哦，无通拣，我若想拣，无通泡锅。他说我们每一桌都会一定有一个人服务人员，那我们的志工新的志工并且搬豆，是真的整一箱搬豆的菜哦。然后他们从进来吃饱了之后。离开的时候，我们会收发礼券，我们不给现金，这是我最常做。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。我们做善事，在我们的长期以来，我自己的感觉，啊，可能干净的工作，可能靠猪猪啊落草，我但是你们听进去一下哈、那但是以你们的方式，你像你龙海南来，你就甲我讲宣布啊，我不多要你到60块，我你讲我就60块了，我你等，我等到来就等到。不是啦，我都人工讲要看医生。我传了一元了，我只要传自己一下，上级的上次都要过你吃到饱。我拿我的美国高中部落这些外长，就从一根无那脖子拿了，我搬起来了。我们习惯性的就是说，长期下来你可能太紧张了，所以变成说我不太会去愿意去，因为钱要干嘛？一直买东西，那我干脆买。你要缴学费，缴学费，缴一个没关系，干脆拿来。啊，我来等一等，不要。啊，你想缴学费也是一个。渐渐啊者，拢拢啊行，道济独步，行善天下。